什么呆，把根毛来掰，不记得此地，此地却是有些东西惦记着你。来者不善，小猴子，自求多福。哎，即使花果山来的故人，教你一招也无妨。来，速速把手伸来。 妙还有诸多神奇妙用，日后你自会明白。 黑风山的后山重地藏着不少秘密，想四处探探的话。 务必留神金蝉的存续时间。若是遇上穷途迷路之处，小神自会暗中提点，放心去吧。 想当年做山贼的时候。
别出声，小心惊动了那条大狗。后院那厮是黑风怪的道友，自称灵虚子。以你现在的道行，快走了！小子，快逃，还来得及！ 结果了他，不妨先把这里翻个底儿朝天。那黑风怪赏了灵虚子一颗金丹，若是寻到此物，就算没白来一遭。
如何是好啊？ 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嗯，也可渡人，荡去痴念，早入轮回。 师父又有何分别？广谋，广智，小神想起来了，当年怂恿金池长老放火烧死唐僧师徒的恶僧，正是他俩。
我倒是这两人都随那场火灰飞烟灭了。 干嘛？快快快！帮你哥哥！还不如乱棍打死！小弟，你们请，你们请。 天上宫阙，回不去喽，以醉解千愁。 放心，放心，何德之帅？王者不可见，来者犹可追。 小师傅，天色已午，树常在，你真正想要的东西。 忘了最好，那三口钟，你可都见过了。旁人念念不忘的，也是你所求的。从那黑风观回来后，山里便立起了三口红钟，却不许旁人靠近。 莫非那三口钟？
烧，都别烧了。走路呢，来错地方了。小猢狲，也敢送上门？收起来用。去行散气，无痕无迹。里面门道大得很，自己慢慢领悟吧。
那家伙曾经对我说，眼不见心不乱，寻常修为，入一切相，破一切相，方得自在。可是他自己看到那些东西后，不也疯了吗？